起来了。指挥城的 DRS 这边是直接放到了 IP。把救援队这边是连塔逮捕啊，选择再往楼下去帮忙，不过他的物资不是很理想啊。这个位置还是，哎呦，但是想选择跳到屋檐上，结果老韩腿了一下，直接掉到了地上。没拉住这个防檐啊，那是一个小脱节，因为队友都在旁边的防区里，而正面尼玛这里是用一个连狙，喷子，怎么说，其实也没有很理想的这个物资啊。是，这招也是差一点点就被补掉了，不过还好是补人，但是旁边的 AJ 是完全不想给机会，包括旁边的队友 AJ 是直接跳了出来，他的一个背身旁边进行一个反打，进行一个最后的这个反打就有点脱节，因为正面的话是三个人包了一手，而队友这边刚拉起来时间是不太够的，物资又不是很理想，所以我还想说刚刚他们进行了一个包围，但是里面的尼玛是倒地了，我还说进行一个包围，结果那一瞬间就没了。对，因为尼玛本来他其实就是在救这个队。